又要辅助啦，你还有我呢。可是我现在不太想玩蝙蝠侠，那你有个辅助能一打二，还能单挑凯撒，是谁呢？是谁呢？坏了坏了，亚莲很硬，到底可以持续多少期呢？辅助一打二，还能单挑凯撒，你心里想的是哪一个英雄呢？没错，就是夜叉。夜叉辅助是真的可以，前中期已经很强势，打架打起来真的没有再怕。前期的打法有很多种，这一局没有抢第一波中线，是因为一级的木家爵特别强，抢中线会掉很多血。一开始跟射手跟打野都不错，夸克在中的话，魔龙路会一打一，所以来帮打野加快打野速度是这一局最好的开法。一分十五秒清完野区，对面打野估计还在打第二个 buff， 有四级的奇尔随便虐塔，哥的用完瞬移先让他活到兵线进塔，果然还是抵不住金钱的诱惑，二技能加速把他拉回来进去扛塔，一直打奇尔一飞进去，哥的就必死无疑。游走完要记得回到魔龙路，永远要记住保护射手跟打野游走，两个都要兼顾到，射手是后期的保证，而打野是带整场的节奏。先尝试性的打魔龙，对面来了就果断跑，队友都来了就果断上。萨迦已经跟夸克打起来，奇尔也往这边靠，猴子的位置还在很远，魔龙不用担心被接手，先把夸克击杀，跟射手一起把兵都清完，再一起去游走，既可以保护到他，又能参与到团战。猴子露了两下头，虽然露的时间很短，一技能接个大招狂住，想跑都跑不了。打游戏要打字沟通的话，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打，定着不动就给了机会，配合奇尔萨迦这两个英雄大招都有无敌效果，进塔砍两下手下夸克，解控辅助装有了，一打二就没有问题了。拉威尔还帮了一手，被夸克吸住就解控，框住木家爵，打的是木家爵，拉的是夸克，别跑，我还是热血沸腾呢。一打二，二连击破。论最好抓的一定是木家爵，没位移，没控制，萨迦一套技能飞上天，哒哒哒，没秒掉，没关系，有我在。强化恢复，安全离开，打完一波又得回家。刚刚收了萨迦一个人头嘛，来还回去一个，二技能扛塔拉回来，头也不回，帅气的离开。兵现在有一波，跟萨迦一起吃掉。人头这么多，我也不想啊，谁叫夜叉辅助这么强力呢？嘿嘿，现在准备开始统治猴子的野区了。你没有听错，是统治。伊拉把夸克大招断掉，你们猜猜我为什么会用这个解控？萨迦再飞上天也追不上木家爵，继续统治野区。猴子一定最不想遇见夜叉，遇到其他人他还能跑，遇见夜叉的话，嘿嘿，蹲不到人就推二塔，夜叉辅助能独当一面，把我当成辅助就错了，经济比两个边线都要高出不少，相当于一个爸爸级别的存在。对面的法师有点多，出装可以先把魔防出一出，技能不用急着出，先看清对方是想直接跑还是在弥补主位。刚刚只是在反小野怪，说成统治有点夸张，所以呢现在开始反红蓝。有解控没人能留住我，有大招没人能跑得了。猴子终于也忍不住了，不想默默被清野区，只能反抗，但是他越反抗我们就越兴奋。面对这种情况是挺难解决的，不能什么都让给对面，但是打架又打不赢，什么都让就慢性死亡，真的只能拼一拼，多打少，在塔下打操作吵赢对面就翻盘。当然了，打架没打赢就不只是慢性死亡，而是加速死亡。拉威尔的经典大招开团拉回来狂住，哥的只能原地等死。萨迦还冲还冲，我半血又不能上天，还是乖乖回去继续统治野区，顺带吸一点血。
拉威尔准备被他打死了，不亏钱没有到对方手上，萨迦就靠着边边一滴血走出来。好了，接力赛，你给我回来，穆加爵，马洛斯这一刀要命啊！兵线没了，一波的希望也没了。一般来说，辅助拿红有点不应该，可是我这局是个大魔王，射手也没下来，那没其他人比夜叉拿更适合了。小木又来调皮了，在塔边边框住一顿猛揍，兵线处理一下，差不多可以团战破一破塔了。顺风局容易被翻盘，很多时都是因为不推塔，击杀树赢不一定会赢游戏，把塔破掉，把主堡破掉才会赢游戏。解掉哥德尔大招，无情的开边，这一波还是有一点危险的，四打四被二换二。在统治蓝 buff 之前，先把兵线推进去，他们就得派人清兵，自然腾不出空来守蓝 buff 啦。小木好惨啊，刚复活出来打算清兵，又被齐尔盯上，一套秒杀。生活不易，小木叹气，没位移，没保命技能，没坦度，没保牌英雄，没经济，没经验，太难了。在单挑凯撒之前，先用蓝鸟跟古龙热热身，接下来会是一场漫长的战斗。像闯关一样，蓝鸟是容易，古龙是普通，凯撒是困难，一关比一关难，慢慢往下闯通关。打辅助位还能单挑凯撒，除了夜叉还有谁？打着打着心有点酸，为什么打游戏都这么边缘？为什么没有人来帮我？如果你也独自打过凯撒，请点赞，让我们互相取暖。单挑是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速度是个大问题，没有人来抢的话也不是个问题。那问题还是不是个问题呢？是不是拿到凯撒就不是问题，拿不到就准备被队友闪个问号吧。在我脚踏实地打魔龙的时候，队友已经走了捷径，把两个敌人击杀了，天空巨龙直接放出来五打三，准备一波。暴风雨的前夕很安静，哎，走着走着走到主堡了，哎，小兵也有，哎哎哎，暴风雨呢？不反抗一下吗？打了这么久凯撒，然后直接走进来破主堡，这一把前面节奏起得太快了，中后期对面也没有反击之力。虽然夜叉后期也很强，不过在前中期很多英雄是比不上夜叉的，趁他病拿他命，能在前中期打出优势就最好不过。就算拖到后期，单挑王夜叉没再怕。我是摇了摇头，如果你能看到这里，证明你是爱我的，记得点赞留言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